回してる。そうやな。もめばさいかな。正常。走。如果小心。42中间。满满的哎，满满的，我们坐到后面了。我们坐中间这里，42，4个，整个机飞机几乎都满了。嗯，中间坐中间。什么东西？这前面的位置哦。都是有耳机的，这个是小耳机，对不对？小朋友订个早餐，对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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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可爱哦，谢谢。诶，子供のある、お、なんかくれる、有什么东西给我们的？诶，好可爱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他现在给我们酒精棉片呢，只要可以擦手，然后是这样子吗？你说什么？这样子对啊，扣起来就对了。手不要吗？手不用了。哦、oh, ，OK， 然后给你这个嘞，画画的哎，啊，等下你可以画画哎，好不好？还有笔。130，那是耳机弟弟，耳机。我们就快要准备起飞了，好快哦，两个礼拜现在。妈妈也要。妈妈要什么？耳机吗？我帮你拿。你要耳机做什么？你要听哦。你会戴吗？怎么样？有样子啊！你要戴吗？我看这先太短了，对不对？它可以粘在，就是把它拉开。等一下哦，这个是左边这边，这个是这一边，这样子会不会戴耳机哦？妹妹，妹妹，我要吃自己。不会吹呀？吹不动吗？前面的小朋友呢，整个大闹，在哭，一个在看手机。他们两个拿到画画的，就乖乖的画了，真的很乖。感谢啊，不会让我们太难。画的好厉害哦！喏，すごい。いつの間にこんな状態になった？哎，有一个头来了。来的。有一个头来了。又来了。又来了。头，这样看不到外面。现在在起飞，阿美也很乖。什么？妈每次她肚子饿了，想要吃饭了，对不对？对。等一下就可以了，儿童餐很快就来了。什么？然后弟弟的等下也会来，怎么办？弟弟。下一首等下就来了。这是意大利面。吃饭。要不先吃面？要不要先吃面？
最后吃一个彩虹糖。吃给。那你哪里吃给啊？哦。高知县。哇，一直摇。快到阿 K， 阿 K 是什么？知道了。好厉害哦，妈咪！我有在练习啊。拜拜。害羞了。谢谢。走吧，走吧，妈咪出飞机。你看，这里是飞机的门诶，不动。哇，妈咪，我们回来霓虹了。妈咪，我们回来霓虹了。天空好漂亮哦！鸭子耶？没有鸭子了吧？又在哪？哪点在？可能是我之前玩的呀。爸爸。现在到日本要登录这个 Visit Japan Web， 里面呢要你的疫苗的资料，还有一些心理的时候关卡的话，都可以用这个都可以走，很方便很快。是要简易的，要用这个 QR code， 然后我们现在进去这个地方不能拍照。我们现在回到日本了，然后你看后面。已经红了，叶子都红了，现在有点天黑，我们现在5点多，已经天黑了，然后已经有枫叶已经红了，妈咪叶子已经红了，对不对？你喜欢红色叶子吗？喜欢，对不对？嗯，真的很漂亮耶。然后我们今天呢是用那个 Visit Japan Web， 然后它里面可以做检疫，还可以做行李的那个通关，所以非常方便，只要事先准备好，然后 QR code 逼一下逼一下两次，很快就过关了，不用在那边浪费时间写那个有的没的了。每次大家来日本不是都要在飞机上写吗？现在全部在手机上，全部先事先用好，前几天先用好，入国非常顺利。然后呢我们也回到了关西，现在要去坐车。妈咪回家好不好？可以吗？你会努力吗？谢谢，走吧，拜拜，拜拜，弟弟拜拜。小姐姐，小姐姐，爸爸，我姐姐，爸爸，爸爸，我姐姐，爸爸，我姐姐，爸爸，爸爸。